欢迎邱宝老和 Max 师傅。先从邱宝老师傅这边开始啊，杨正道当他的二厨带来的菜名叫做明太子松板猪茄子炖饭。用茄子炖饭，松板猪茄子是用做大骨高汤喽。待会也会用一个那个日本原茄啊，这个我今天使用的是意大利米啊，意大利米的大颗，请大家来帮我。哎，是，我们先来做炖饭。宝宝师傅，那你这个米有泡水过吗？有，稍微洗一下，稍微洗然后泡一下。好嘞，这个行喽。对对对。想炒萝卜，炒香。那待会呢？杨振达平常在家里是负责煮菜的那位，是。很会煮，对，越来越有样子。明太子到时候会拌在饭里面还是什么？我们带明太子呢，我们会烤一个松板猪，然后先用煎腌好，我们腌这个百里香啊、盐巴、胡椒，腌好的时候下去煎，煎到它八九分熟的时候，我会抹一个明太子酱，然后用炭炉让它去烤一下。哦，炭烤的香味上煮。那个原茄呢，我是用了一点蒜头，还有那个匈牙利的胡椒粉、橄榄油，然后下去烤。可是你的原茄它本人在哪里啊？原茄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已经在烤箱里面，对，一直没看到它。很大颗吗？对，它在包箱里面等你们。哦，很大颗吗？原茄很大颗。哦，包箱那个不限时间的哦，比较肥短的芒果。我们可以到对面去吗？对，可以，可以，好不好？可以。好了 ，Max， 是的，来。谁帮他做菜？对，这个米的食物叫什么？蟹肉贝斯海味红梨炊饭。贝斯就是那干贝斯的，对，干贝斯。我以为是个女人的名。红梨，红梨在哪里？好，那里是的，台湾产的红梨。红梨卖，会跟我们的饭做一个比例，大概4:1这样比，还是5:1，对不对？大概是5:1的部分，因为我希望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炊饭里面还可以咬红你那个哔哔啵啵的一个感觉。哔哔哔哔啵啵，是的，有点那个感觉。我要请开始吧。虾米放下去，好，这是切碎的虾米。对，你先帮我把红梨整个一口气拌下去。好，红梨也是生的，这个下三分，红梨也是生的。对，红梨是生的。好，米也是生的吧？对，都是生的。我们是用浊水溪，浊水溪一袋的。长糯米啊，你今天做用糯米啊？对，是我们的年菜，对不对？对，这个是做我们的年菜哦。蟹肉贝斯海味红梨炊饭就是我们年菜之一啊。对，难怪觉得好耳熟啊。好，小心哦。所以这道是你做的哎？对，没有错。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好，对，整个倒进去。看我们节目多大爱，有时候就告诉观众说，哎，你也可以这么做，有的没有。对对，如果真的觉得买食材又做法很麻烦的话，做菜就有，做给大家看哦。对，有不要这样，只是看菜名还不知道怎么弄。对，真的真的哦。哇，整只鸡，对，这个搞多久在里面？这个在里面大概搞了40分钟了，而且它里面放了一个架子。对对对对对，它等于就在低筋筋呢。原来里面有加水吗？有还是有吧？没有，就一点点酒而已。来，就这样子的一个鸡汁哦，鸡汁放下要浓缩一下。接着我放一点点的柴鱼酱油。柴鱼酱油。酱油。师傅，你的手。这个鸡如果刚才。感谢感谢。哇。你要说你另外一只手也掉了。陆轩，你真的很懂。很会。没有，他刚刚会。你也会做一些让人家印象深刻的事情。没有啦，你让他回去又睡不着。对啊，这个鸡40分钟的压力锅结束出来，如果在这进去之前，我其实就已经上了盐了。这出来40分钟，它是不是就是盐水鸡的概念？没有，它会破掉。对对，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水，它像在里面焖的时候，它的水分会逼出来，再往外跑，再往外跑出来，再把一点点油葱放上去，让它整个味道是均匀的。其实蛮搞纲的耶。对啊，对啊，这个汤很重要。超级食物了，对，嗯，哦，这个厉害了，这汤，来，我们就把它吃下去了，哇，搬进来，喝不到，好可惜，它全倒了，它不会留一小口给我们试试看，放下来蒸，直接这样子，对，碎了，我们待会再看你下一个动作，好不好？好，来，先我蒸，好，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原茄。哎，我以为你会把它剖开，就是整个这样子。待会试吃会啦，试吃会剖开。上面有什么东西？这个就是用匈牙利的红椒粉以及蒜头、橄榄油，然后把它拌一拌。那最主要是要用叉子啊，把它戳动，戳动一下，戳动。好，那用250度，大概是烤15到20分钟。15到20分钟，对对对，很甜。对，你看一下这个，哇，软到人啊！哇 ，My God！
然后待会我们试吃啊，这个茄子皮不要嘛，对，皮不要。啊，这个好好吃。这个松板猪就是用橄榄油啦，还有一点点蒜末以及百里香，就简单的去把它。然后先化刀一下。对，是。然后我们会试吃什么呢？我们待会就试吃这个烤圆茄以及我们的明太祖酱，然后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啊。对，谢谢。清淡小南瓜，简单。哇，嗯，哇，我看到迷路了。茄子好甜哦，很甜，这个茄子超甜的，什么口感是茄子？对啊，特别香。回去帮忙。好。无盐奶油把它加下去，那米粒呢？米心已经大概是七分熟了。五盐。我们刚刚煮的时候，那米是生米吧？生米，泡过水，就是稍微泡一下。对吗？它不会加鲜奶油，对不对？然后今天没有，我没有加鲜奶油。我是让，因为米食，我是希望大家今天比较看看。更原味一些。对，我们现在试吃米粒都差不多了，那大概是八九分熟，我们就最后。哇，这么多！开心。好，这样所以炖饭一定要有大量的 cheese 吗？这个就不一定，对，这就不一定，这也不一定。butter 是最重要的。OK， 好。然后 cheese 不一定 ，cheese 加进去就关火，大家自己慢慢融掉。好，我们看一下 Max， 来这边请。Let's go。你要试吃什么？让我们知道一下。鸡油拌饭。哦。对，这个低筋精的鸡油，这是最纯粹的。吗？好，答应你。这个加。等一下，我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干贝丝，贝汁跟它的那个花生米，然后它那个油葱，葱油。哎，现在加了花生。哎，对。哎，什么时候加花生？偷偷加一下嘛。口感很棒，对，而且那香气很足。你饭只有淋那个酱油跟鸡汁而已。对，就这样。哇，很香啊，好好吃。他就丢了几颗，就几颗可有可无的花生，然后就是一小撮的干贝丝，香气好好吃哦。一个小小的诀窍啊，像这样我们炼出来的鸡油啊，你如果说是两匙的鸡油，然后一匙的酱油膏或者是素蚝油，然后再半匙的热水，这样搅匀就可以当做我们鸡油拌饭的，对对，或拌面。我这个比例好，记下。简易的小比例，泡一下，泡好，这样。放烫手就好。然后我这边把澎湖的紫菜就下去炸一下下。有什么油温？大概180。看起来澎湖买这个一包一包的这个，效果很好哎，它很好用。对，如果拿来煎蛋，就水把它拧干，跟蛋拌一拌下去煎就好。好，不用再切吗？不用，因为它是一片一片的。哦，好，这样就好了。饭才下去15秒而已，很脆很脆，有没有听到？它已经是风干的，对，它已经是风干，待会会非常的酥香。它已经风干，可是进油的油温的高度温度，对，油温够，它可以帮它熟成，然后再帮它做酥脆。哎，对，哎，好，掉的，哎，你可以吃这边。拿起，把它掉地上。对啊，就没有拿好，我们有志气，好不好？好，你到底要少翻点啊？还不吃拉倒。哎呀，哎，会有爆。好，来，接着我把大量的干贝丝放下来炸一下，这样。哦，叮叮当当。叮叮当，叮叮当。里面很热闹呢，比较危险一点点。我们到隔壁去好不好？对，来这边请来。哇，这就刚的美乃滋，感觉超好吃的，开始，这像日本料理了哟，鸡酒，不得了，来这一面，以前我们在那看野台戏的时候会闻到的味道，烤鱿鱼，这个炭烤摊的，这个感觉好好吃哦，靠近，你看，你看我另外，好香，烤鱿鱼的，对，对对，烤鱿鱼的，哎呀，烤鱿鱼的，因为明太子上去之后，那个香气更明显，松板猪那个鱿鱼干在上面这样。这么一块，其实蛮厚的。它大概在像刚才平底锅这样子煎，顾着它这样子。如果我有化刀，有化刀，这样子大概10分钟，十分钟就熟了。哦，十分钟还算快，还算快。酷哦！哇！这是生米，这生的意大利米煮的，特别香哦。哦，哎，生打你很适合去做那个串烧的师傅哎。对啊，看起来还是有架势。因为你一脚胡子又哇，看起来很厉害，有架势。胡子本身是我个人的魅力，就已经蛮不错了。对。你有人会做吗？宝龙师傅，你那边好烫。自己接，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再。
你要不要试切看看？新娘生奶每次做的效果很适合冷处理，很适合。秋冬了嘛，挺好，挺好。秋冬，漂亮，漂亮，哇 ，OK 啊，培根，哇，这培根是已经烤过的，那就干煎而已，干煎，对，干煎，啊，增加它的口感而已。百里香，百里香。完成，然后呢？明太子松板酥茄子炖饭，嗯，好赞啊！茄子的香气也拌在了那个饭里面了，哎，拌进去了吗？饭没有，待会你要吃的时候可以刮下，刮的前面一块儿，是，现在也贵。好，隔壁也起锅，往后小火蒸，好了，爆完了，对，啊，这是比较麻烦的部分，好，大家去闻。那个鸡汁的哇，对，哦，它有那个蒸笼的味道，你是要知道，对，它这蒸笼味道会下去。对对对，所以我们刚刚是蒸好之后，我们再把它填回蒸笼里面。有些家里面会买这蒸笼来这边呢，在家里料理用。对，那它这多了这个香气，那每次蒸完东西之后，我又不能洗太干净嘛，洗干净这个味道会不会没有？其实要洗干净，你要洗干净，或者是直接再去蒸过一次，让它有杀菌，杀菌才不会发霉。对，对，然后接着我们就大胆的摆上了。蟹肉跟澎湖的海菜，很棒。所以这些什么港点，怎么都要用这个蒸笼去蒸。小笼包也是，餐厅就每天一定要在那边蒸热、蒸热、蒸热，里面没放东西也让它蒸热、蒸热。好漂亮，因为它是海味嘛，所以我们希望。哎，所以年菜里面也会有这个海菜吗？有。哦，真的好棒。对对对，因为你的关系，我一定用最好的。都掉到旁边，都要都要都要。不，都下去。好，不要浪费。哎，不要浪费。掉一撮。该给他的我们都要给他，好，还有花生是不是？对，然后另外一半呢，我们再放这个，哦，哇，这个好好吃哦。好的，然后再来把我们刚才炸好已经够脆的这个紫菜酥，对不对？哦，因为饭里面都十五秒哎，对，饭应该是150度。180，有180，180，对，15秒，15秒就好了，哎，太多是不是？剩下来是不是？剩下来，对。我们两个，他想吃，剩下来是不是？他们很想吃，感觉饿坏了。最后再撒上一点点提味的花生，然后跟我们放一点点的香菜，香菜，漂亮。最后再装饰，这样子，蟹肉贝丝海味红泥炊饭完成，漂亮。特别给今天朋友所有的朋友呢，喜欢吃米食的朋友，今天做了两款，我就一个松西式两种一起呈现。对，米食倒是。那你看那五星级的米食，我们也是用尽心机啊。没错。哎，请上桌品尝。嗯，茄子好甜哦。茄子很甜。嗯，还有茄子的可以加。对。哎，我刚刚茄子跟那个炖饭一起更滑顺。嗯，谢谢。哦，真的。哎，烤的肉超赞，赞赞赞！然后上面的咸鲜味跟那个肉的甜度，整个忙了半天，不知道你烤成什么样子。而且一般的炖饭，有时候我们吃起来它会比较腻，然后可是你搭配到那个烤茄子的水分的时候，然后跟甜度一口气让炖饭变得非常的清爽。嗯，好吃，赞了，好吃，好了，掌声鼓励。我这口味味道真是很浓郁，很浓郁，很浓郁，而且这瑶柱啊。非常多，那它这个里面就会充满了其实整个海味，然后跟鸡汁的味道，再加上我们澎湖各式各样的鲜味的组合，很棒，谢谢。